三口剑与杂言几位完全无关，为何众叛砍人？你究竟是真心想救世，或者只是追求胜利的快感？苏焕清，你也是不明白吗？木再谈叶修体之事，他与此事无关。你欠叶修体什么？你欠神和祖木什么？你又欠三口剑什么？因如果死了，与你有关吗？因拢是夫妻父母一路行来的人，但因永远招待不了你。苏焕清，我将自己牺牲看得如此轻，白伯母该接受就是重任。你以为你们一手拢有幸运？敌所为，敌所不为，同为者义无反顾。你有真心相信你的主力，或是当主力成为阻碍时，你有丝毫不敌意将其牺牲的决心吗？穷人就是因此小有改变，也不代表不能挽回。无到最后关头，绝不轻言放弃。家庭变数，让自己更难以掌控，只唯有多救一人的机会，让其他更多的人陷入可能的危险。所以我并非不能选择牺牲，却绝非一早就准备牺牲。情不得已，所以我也忍痛放手。这就是你我最大的不同。龙小不朽决定天下几步的道路，便决定路途中某种牺牲的人。无牺牲，就无法获得永远的和平。认清吧，这就是事实。有些会是牺牲无关的人，如同天下几步杀光无辜的人物者，就能得到真正的和平？你无法证明这必然失败。至今我曾经尽力试过，至今我未做出明知自己的责任，却轻易将自己放弃的蠢事。你扭曲的性格，当真无法改变吗？你天真的理想，又要持续到什么时候？为至此，看来咱既无合作的空间，就无休不息。你的身体，苏焕清，我与你虽有共同的目标，但无相同的道路。受起你无畏的赤棍之心，你真以为你救了所有的人？原来你比我并无救世决心，拜托你真是天意。对了，苏焕清，你千万不可轻易就拜，否则这部戏就毫无立场了。最容易的人，往往是最了解的人。这部戏，一代盛世也是对咱同样遥不可及。时间将近，休息，你的责任也轻。多谢你陪我走过一片的黑路。终于来了，这部灵感超充分，这部一生无天定。环境就由西部管理，如何创下一代盛世？